买聊六千飘丙烯，台说说洗一点点没关系。就是那个有瓦斯味，又强起那以前那种酸臭味的味道。什么瓦斯味？昨天上午，紧邻云林麦寮六轻厂区的丰安国小校园弥漫瓦斯味，居民也在脸书抱怨，在公司、住家与孩子安亲班也有闻到。9:30的时候闻到的时候就做一个通报了。六轻人员赶抵学校，赶紧用空气钢瓶收集检验。我是希望他这一次的事件必须要了解检测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气体物质，然后跟学校做一个说。本来就他们应该做好的事情呢，哪些要去注意？有一些不正常的排放或者泄漏，他们的员工的安全要顾及，还有我们乡亲，还有这些学生的安全。台硕石化表示，大家闻到的是些许未燃烧的丙烯、乙烯。那种东西打来会敏感度比较高了。那种东西哦，就是瞬间不舒服，它长期来供。你若不是长期的情况，是对人体都不会有起到不好的影响。环保局表示，若超标排放，将依空污法开罚。董新闻云林报道。